六创意健康店是一间最多元化选择的健康店，提供2000多种不同种类的健康食品和饮品、环保家居及个人用品、健康产品、营养补充剂、一系列健康书籍等等。六创意健康店，电话2882-4848，网址www.healthshop.com.hk。同类疗法是一种已经有250几年历史的医疗方法，属于全球第二大的医疗体系，有超过5亿人口采用。现在注册的同类疗法医生已经得到75个国家的政府认可行医资格。其实同类疗法一直都获得众多的知名人士拥护，美国150年来的11任总统，另外英国皇室数代成员自1830年开始一直有同类疗法医生照顾。英女王伊丽莎白二世在生查理斯王子的时候出现难产，全靠一剂同类疗剂星麻二百斯，王子才能够顺利地出世，否则就要剖腹产子了。同类疗法在世界各种医疗中属于最安全的医疗方法，非常之适合孕妇和婴儿使用。印度国父甘地称赞同类疗法是他认识的各种医疗之中疗效最高和最广泛的医疗方法。袁大明医生钻研和使用同类疗法接近30年，现在破天荒地在网络世界和大家分享他的经验和心得，解开成功运用同类疗法的秘诀，详尽地介绍各种同类疗剂、疗剂的特性和应用范围，帮助大家自己找到适合自己的灵丹妙药。当然如果各位听众的问题是比较复杂，发觉自己处理不到，需要袁医生的帮助，亦都可以直接预约袁医生会诊的。大康自然健康中心的电话是2577-3798。现在就来听一听医生要为大家介绍哪只疗剂啦。金印草 Hydrastis canadensis 英文叫做 Golden Seal， 所以叫做金印草。这个植物呢早期呢是被北美的印第安人呢经常用的，咁处理呢一啲黏膜的问题，尤其是黏膜发炎的问题。咁有一个就係容易出血啊或者溃疡嘅倾向嘅。咁因为佢本身呢个金印草嘅根部嘅呢嗰啲汁液呢係好黄嘅。咁所以喺印度呢被利用一种到一种染色黄色嘅染色素嘅。喺金印草呢一般嘅通常呢啲人就用喺一啲黏膜发炎嗰啲问题，譬如鼻哥嘅黏膜啊出现。那个分泌呢它最主要的那个关键呢就它那些分泌呢是黄好结成条状或者成块状好黏或者成条状的。那这个呢跟另外一个疗剂呢那个重洛酸钾 ,calibichromicum, 重洛酸钾呢好相似的。那最重要呢个黄这个字。那所以你见到任何的黏膜发炎啦可能喺嗰个鼻窦炎嗰种嘅黏膜发炎啦，或者系喺嗰个阴道发炎啦，或者身体嘅任何嘅地方发炎出血啊溃疡咧，流出嚟嘅脓液咧系属于呢啲咁嘅又黄又黏吓呢种嘅或者嗰个乳房嘅肿瘤啦，嗰个疮啦吓，嗰个脓肿啦。呢类咁样嘅情况，咁可能都会出现嗰个乳头嘅爆裂啊，或者呢係身体嘅腺体嘅出现嗰个脓肿。无论呢种嘅情况嘅呢逢亲嗰个分泌呢都係属于係好黄色嘅大黄嘅分泌呢呢种嘅情况呢呢个疗剂呢就係嗰个金印草一个好好用嘅疗剂嘅。好啦，但金印草嘅最负盛名的
嘅医疗嘅范围咧，就喺癌症，可以咁讲咧。有啲人讲咧，就依家引草呢个疗剂咧，系比任何其他嘅单独嘅植物咧嘅药物咧，医疗癌咧可以系最多嘅。咁最常见嘅金印草处理嘅癌咧，就系嗰个胃癌啦，嗰个肝癌啦，同埋嗰个结肠癌。因为金印草咧系适合一种体质咧，就系、是、通常啲比较系年纪大啦，好容易疲累啦，亦都系一种我哋极度消瘦嘅，嘅佢我叫 cathetic 叫做。通常出現喺癌症嘅人嚇，咁其中出現嗰種叫極度消瘦嘅，個人咧就即係極度無力啦，同埋咧就係、是、咧一種退化嘅嚴重嘅退化嘅狀態，咁所以年紀大容易攰，好體質虛弱無力同埋消瘦嚇，咁呢種情況咪好多時候咧係出現啲癌症嘅病人嚇，甚至乎早期個癌症係癌症未完全出現嘅時候咧都會出現呢啲咁樣嘅即係唔係好清晰嘅嘅毛病即係當時可能未曾有咩腫瘤出現啦，咁只能夠見到嗰個症狀咧就係、是、嗰個冇咗胃口啦。OK， 嗰、那個可能面色咧就好暗啊，好沉重啊，係污糟糟、黃黃白白嗰種嘅面色啦。咁而嗰、那個嗰、那個舌苔咧，個脷咧係大啦、肥啦，同埋有少少散嗰種咁樣嘅灰灰白白啦、啊，喺嗰個脷苔下面灰灰白白。咁同又就係有啲黃嘅，係黏嘅，有齒印啦、嘅情況啦，咁同埋咧好多藥氣，好多酸嘅藥氣，甚至乎臭嘅嚇。咁呢種情況咧，那個胃口通常好差啦，消化好弱啦，對於食嗰啲嗰個麵包啊，或者蔬菜類啊，都好難消化啦。咁有藥氣啊，咁個體重啦，喺嗰個胃嗰度咧，好似成好啲聚喺一個重量喺度，或者成個胃咧感覺好虛嘅呢種感覺嘅。咁呢啲咧都係嗰個金印草嘅主要嘅症狀嘅。咁通常咧喺癌症嘅病人咧，好多時候都會見到呢種咁樣嘅情況嘅。咁所以好多時候咧，我哋會喺用喺處理癌症嗰方面嘅。咁金印草咧亦都會受一啲潮濕嘅天氣。唔好嘅影響係壞嘅影響，即係好似其他嘅同潮濕天氣會差嘅療劑咧，包括嗰、那個側柏啦、蘇葉啦、白頭翁 （Poaceteller） 啦，同埋咧係重氯酸鈉 （Caliprid）。咁呢啲嘅療劑咧，通常咧都係有呢啲咁樣嘅分泌啦，係即係慢性嘅分泌啊，咁出現喺呢啲細蚊仔身上啦。咁呢個亦都係一個金印草嘅主要嘅症狀嚟嘅。咁好啦，咁喺癌症嗰方面咧，我正话咧系最多嘅吓，差唔多系最常用嘅啊。唔论喺个早期或者尾期、晚期都好啦。咁通常咧去到晚期咧，即系个人嗰个癌症个病人消瘦都好犀利咧，我叫 cathetic state 啦，嗰、那个佢就恶病嘅体质啦。咁呢個時候咧，通常都係好難救噶啦。咁但係咧，金印草咧亦都可以幫助呢啲係最尾期嘅癌症嘅病人嘅。好啦，咁如果係出現嘅癌症，我頭先所講嘅喺胃癌啦，咁通常咧個病人咧，通常咧就係咩都落唔到格啦，食乜就嘔乜啦，成個人咧。就係、是、即係除咗奶可以飲少之外咧，成個身體咧好似都冇曬，即係虛曬嘅嚇。咁亦都可以幫助一啲子宮或者子宮頸嘅硬化嗰種癌啦。咁喺乳癌方面咧，有個症狀咧，就佢就會有一種好種刀切嘅一種痛 ，OK， 同埋咧嗰個係好硬嘅。佢黐住嗰啲皮咧，係有少少斑，即係啲斑點嘅顏色，或者咧嗰個乳房嘅表面嗰個皮膚咧，嗰啲顏色咧係有少少變咗嘅，係有啲變到啲斑點啊，或者係藍啊，總之係有啲係變色嘅。咁呢個咧就係一個金印草喺乳癌嗰方面嘅症型嚟噶啦。好啦，咁喺肝癌嗰度咧，當時咧都係會有黃疸啦，
咁当然肝肥大啦，个口咧就有恶味啦，呢种嘅系好典型嘅肝癌嘅表象嚟嘅。咁当然啦，所有癌症嘅病人咧，到某个阶段咧，都系出现一个好疲累啊，好消瘦啊，冇胃口啊。个人咧好攰啊，咁即系一个差唔多都好容易睇到嘅呢种咁样嘅嗰个癌症嘅表情嚟嘅。好啦，咁益肝因素咧系一个好用非常之好用嘅，喺一般嘅黏膜嘅问题鼻窦炎啊，嗰个伤风感冒一般身体嘅有分泌嘅黏膜分泌嘅黄嘅结嘅黄嘅分泌啦，咁如果脷胎系都结埋黄嘅啦，咁呢个系好根引草咧系好啱用嘅。咁除此之外咧，就系好多方面嘅癌症咧，根引草咧都系非常之有帮助嘅。袁医生头先介绍咗嘅同类疗剂，觉得啱唔啱你自己用呢？系唔系就系你嘅灵丹妙药啊？需要嘅话，有关同类疗法疗剂可以喺铜锣湾渣甸街富盛商业大厦二楼大康自然健康中心同埋六创意健康店买得到。查询电话系25773798或者2882448。大家亦都可以喺网上订购，网址系 online.healthshop.com.hk online.healthshop.com.hk 嘅。好啦，今次节目嚟到呢度，下次再见，拜拜。